我退教叫你过来的。对啊，你让个退教到我呢。不是哥，咱们今天家庭聚会带个外人正好呀。杨毅不算外人。Hello。啊，Hello。我不管，不准他上来。你小哥跟你上来玩呗。对呀、啊，我人家美女都说了呀，而且亮哥特意叫到我呢。哎呀，你不干嘛的，人都听到了，让他上来呗，这么帅。上来呗。走走走走啊啊，行。欢迎新疆们，阿萨布瓦达。阿萨布瓦达纳，伊本布瓦达纳，努力中国大国。这也太晕了，我的天啊。亮哥，怎么了？这我不行了，我就晕的不行了，我都吐了。我怎么这样子啊？不知道，我回去呗。你这牛吹大了吧？你不是钓鱼很厉害的吗？一个鱼都没钓，还在这吐。这都说让你别跟过来了，真的是，这还没钓到一条鱼呢，都没尽兴。就是，我不知道啊，这出海第一次出海，这太晕了，我的胃都快吐出来了。一瓶水你喝一下吗？不，你这水你喝过，我不喝。哎呀，这难受，亮哥回去吧。这样吧，要不咱们回去吧。啊，不要回你自己回去，我好多都没玩呢。咦，马德挺过来。咦咦，你看他已经脸色已经不好了。啊，对呀、啊。好，下次再玩。我的哥，我都好多没玩了呢。下次再来吧，好不好？啊，听话，听话啊，听话。老许，我们开船走了。啊，回去，回去啊。啊，终于可以走了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好了，哎，医生也来了，刚好坐下来，赶紧吃饭。这些不会又是你做的？啊，对啊，你上次不是说没有龙虾，没有螃蟹啥的，我就再做了一桌。不会是我哥给你钱去买的吧？不是，我自己掏钱买的。你不信，你问亮哥。亮哥，这我自己掏钱买的，他都不知道的。这杨毅的一片心意，自己做的。对，呵，那这小子这次做的还不错啊。行，你赶紧尝一口，尝一口，看看怎么样。我做了老久了，尝尝看，可以吧？味道还不错。那行，对啊。啊，亮哥，你们先吃着，我去收下厨房，收拾一下啊。哎，等一下。啊。这次看到你做菜味道还可以是吧？那你坐下一起吃吧。我可以做吗？那我做了啊，来，你坐下吧。啊，那易总，你原谅我了。谁说原谅你了？我就让你一起吃饭而已。哦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一家人来一起喝一个。啊，行行行，辛苦了啊。啊，易总。